2024年8月25日星期天，圣尊莲生活佛莅临美国彩虹雷藏寺主持红财神护摩法会。大家非常热烈的欢迎师尊师母莅临彩虹山庄的大厅。师尊非常的身强体健，走到这个大厅中，然后做真佛大礼拜，是真的是伏地挺身的真佛大礼拜，做了36拜。师尊真的是身强体健，胜过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哦。
世尊背着我就是帅的背带。哇哇！在我家的油桶。哇，真的。那女生，那个拿那信件，经过我家门口，她把邮件丢在我家。年轻的时候的，年轻的时候，你看你的那个第四个妹妹的同学，有没有？一个是如玉言的，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徐美华的，两个。那我跟你结婚以后，那个如玉言跟他的我的妹妹讲，她说要过去是拉开去，原来如此，师尊这两眼就快到了。对呀，对呀。时间很好，都会过。
一个小袋子，像个加持袋，也可以放手机哦，啊，也可以放手机，嗯，可以放手机的，这个购物袋，而且你带这个还有蒜。还有鸡胸肉。20岁的师尊，啊，加持，我骗你呀，啊，真的，我家的那个信箱啊，那个信箱，我那时候住在合作新村啊，啊，台中的合作新村，那时候20岁的时候住台中合作新村，一个女孩子姓庄，每天给我放一封情书，哇，哎，放在我的这个信箱里面，我以为是邮差放的，谁还不是他亲自七脚踏车经过就丢到信箱里面，那时候我是这个样子，欢迎你亲自丢就装在还有一个跟我同姓的师母已经跟我同姓，还有一个跟我同姓的耶，他是我妹妹，应该跟我没关系，嘿嘿嘿，
王财神本尊法的灌顶，非常的慈悲，我们大家欢喜领受，这天的活动就慢慢的渐渐告入尾声了，谢谢尊加持哦。Thank you.